你要不搜，你的镜能搭到你的掌上吗？你像这个，这是放松，这是刚才是把镜松在手上的，然后这身上这种悬挂呢，是通过松胯转腰，这平时你的劲儿，身体立身中正，松胯转腰，然后身上产生你偏左，要偏左的时候，叉向左，偏右的时候，叉向右。如果你平时练的时候，你不要啪啪，对，啪，这样，所以这个跟着的啪这种旋转力不是一样的吗？那你手上啪啪啪，这全部都是都可以做。这个是一种这个身体的活旋力。如果你要是在发拳的时候，你发拳的时候你。松，你要挂在松在拳上，蹭，不是用力，完全是身上的东西，蹭，蹭，蹭，你不直接到拳上去了，它不是这种的中途没有力。如果你要用肘，你看这打这个肘，蹭，蹭，蹭，要打后肘。直接到中间，要是用肩靠，如果你周身不松，你这去躺着一下，你要没躺住，你自己都栽倒。所以一定要放松，这个劲力，它才能搭到肩上。蹭，蹭，蹭，要打背靠。背着靠，蹭蹭，这个它还有一种旋转的那种惯力，